Shaking， 我们今天晚上要去夜市逛一逛。工作今天工作很辛苦嘛，然后就是去夜市吃点好吃的。但是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挑战，不要说但是，需要在一个半小时之内，十样吃的里面至少买齐五样，你就可以享受这些美食。但如果你挑战失败的话，那你买到的那些吃的就全部由我们来消化，你就看着就好了。铁板虾滑，拉丝芝士玉米，蛋包辉煌，烙印飞饼，劈腿茄子，上海香酥同音歌，梅花小蛋糕，南瓜芝士坨坨，龙虾杯杯面，楚露，露楚，一个半小时，对。20-30好，那就给他定半个小时。行，可以。那还是一个小时吧。好，那就一个小时。如果人流量很少的话，我们可能会是缩短时间的哈。我知道你今天为了吃这个夜市，专门减少了晚上的卡路里摄入。我不会让你吃的。OK， 我都买。Easy， 长沙石记 ，Let's go。半个小时不要，因为人流量不大。摊位也不会告诉你的，你自己去找。直接计时，2-1，开始。好的，开始了。不能用软件查一下吗 ？Go go go go， 已经开始了。Number one。啊？叮叮叮！什么叫高手？不是你们小手，是我的菜。哦，谢谢啊。哎，他就拿两斤嘛。哇，哎，请问一下，蛋包辉煌在哪儿？豆豆飞饼呢？在中间。在中间。哎，这个多少钱一份？13-15。那你是13还是15了？你这茄子是哪个？茄子15。好好好，来一个来一个。知不知道那个上海香酥红土鸡在哪？早已经关门了，他们9点钟就已经卖完了。梅花小蛋糕呢？梅花小蛋糕就不知道。梅花小蛋糕在那个上官伯伯鸡那里。好，那上官伯伯鸡在哪？师傅，你不用这么热，不用这么热情。300米，啊，好，谢谢你啊。长沙好人太多了。这俩关门啊？对，关门了。对。已经飞饼没有关，劈腿茄子买了。完了。龙虾杯杯面。哎呀，我以为你们说的多难呢。你把茄子挂起来，他就以为自己还长在树上，就会晚一点了。圆。还热量爆炸。不行，不可以浪费时间。文静，你在这里等。那我算了。再走。我追不上，救命啊！你下一个目标是什么？现在没有目标，看见哪个上面有个篮子。意大利面、梅花小蛋糕、南瓜芝士坨坨。他眼睛怎么这么厉害？他骂我眼睛出了名的尖，好吗？你看老板多少钱？18.5。18.5是吧？哦吼，完了！哦吼，完了！怎么办？如果你要我们帮付的话，那扣你10分钟，好吗？现在几点了？现在多久了？10分钟，30秒。好，帮付吧。好，扣5分钟哦。多上龙虾小方面哈，谢谢。老板娘。不难受，没事。好，谢谢啊。我还有一样就完成任务了，姐妹。真的吗？嗯哼。Of course, baby, of course。那我们再加2样吧，要不然。哦，你还坐地起价？真
是个资本家。刚才那个老板说往前走300，这儿差不多150，我的眼睛就这样。这个露楚是个什么东西？里脊印度飞饼在哪里啊？有点迷失了哈。No。 露楚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你可以猜一下，它是一个泰国小吃。辣椒拌菠萝？不是，是甜的。就你可以猜猜它的原料。糖拌菠萝？不是。他们在笑，我肯定错过了。没有。谢谢你哦。老板，请问一下，菠萝飞饼当天要怎么理解？我前面4个是吧？是的，菠萝。好的，我要买几样来着？5样是吧？我任务已经完成了。我前面有4个。谢谢你们刚才在那儿笑。哎，我的幸运数字4和5。为什么是4和5？因为以前是5，以前是4，后来多了个5，变成4。你为什么要多加一个菠萝的？我觉得我吃到了。愿赌服输哈，愿赌服输哈。嗯，对，他们一个，我这里一个，分开了。嗯。拿来给我，小心上社会新闻啊！你跑不过我。我让你100米。因为他这里在煎，这个煎完之后，下一个是他的，然后就看这个时间可不可以了。你在看什么？100万以后再找你。老板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了，对吧？丢了，我说。没有，你丢了。对。你也得男的了吗？好。56 55 54 53 52。菠萝。50。啊！谢谢。差50秒，就差50秒。我先走一个大爷逛街。今天的任务呢就结束，确实是有点太简单了。没难度，没挑战，没有一个让我有一种刺激性，都没有，好吧，就是非常 easy 的就完成了。确实是说有一点小聪明在脑袋上。你是卡着时间完成的呀？我卡着时间吗？不到1分钟。没有跑哎。哦，是吗？我只是在。那等一下，我们看看回放。没有，我只是在一点，大爷散步。其实就是现在的人还是很多，确实也感受到了长沙一个不夜城的魅力。然后呢，说实在话，我算长沙半个 local。这里呢。确实也是第一次来了哈，走一个高智商高效率路线，当用我今天的指甲语言。OK， 大家自行翻译吧，什么意思？